来到了 day three 第三天了，我们要去大坑亚马代官山。是 I'm Donut， 最近在日本很红的。先来吃午餐，要吃阿芙里。在新加坡有啦，但是他们说在日本的那个味道就不一样，而且我们在新加坡都没有吃。反正我们今天的行程比较缓慢一点，今天是 shopping， 慢慢吃，慢慢逛街。好啦。家其实蛮小的一个店，日本的拉面店都蛮小的，所以其实我听说别的outlet有几家是一直爆满的，好像Ginza或Harajuku那边，好像因为很多tourist嘛，所以你可以选来去走比较安静一点，然后就很容易找到位。现在这个店至少可以做大概12到14个，他的店已经爆满了，已经满座了，所以现在是下午1:30。对，所以其实。他刚上班时间都已经差不多也用完了，不是还是爆满，所以就是说，而且这家店就是这个 outlet 没有外国人，只有我们两个外国人。就会。很贴心的是，他有很多的这些 cubicle， 就是让我们放你的物品。我们的拉面来咯，我点的是干面干拌面，所以它有干面还有它的那个酱汁，然后这是它的招牌柚子拉面。刚刚想喝咖啡，所以跑去的那个地方多一站，我们坐了多一站，叫 Nagameguro。对，然后去喝了 Omi Bus Coffee， 非常非常好喝。然后呢，本来是要走到代官山的，我就发现有阿芙里，所以我们也偷吃了一碗拉面。代官山大概就是很像我们的海吉林这样，它有很多小店，它不是那种高楼。很多 shopping mall， 它就是这种小店，然后有很多的一些小物品可以买，也有一些 vintage， 就比如说，你看有二手的 Ferragamo。我们来代官山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。后面的这个店 Le Labo， 因为如果你知道这个品牌的话，它就是有 City Exclusive， 就是它有一些香水只能够在那个城市才可以买，因为我们很喜欢木质调的香水，所以那时候我们去洛杉矶，我们去纽约，我们去三藩市，可是味道都是比较带甜一点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去买。刚才我们就问店员可以不可以拍摄，所以可以拍就不要拍到别人就好了。终于看到你了，9月就是8、9月的时候，你可以在全球买，所以新加坡其实也可以买到了。但是我要特地在这边买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要写 In Tokyo。
们来试试这个。他们说是在这边的这个 Daikayama 蛮出名蛮 famous 的一个 caramel 糖果 caramel sugar classic caramel， 它里面有不一样的 flavor 吧，我们不懂是什么。对，是 a lucky box， 不同的糖果呢，它有1到12，对，12个口味，口味在这里，它1到12个口味。这一盒是500元，只有五粒吗？对，五粒糖果。看一下有什么，我们有三号是什么 ？Cinnamon and tea。然后我们有四号是巧克力，有七号是杏仁 almond。都是你喜欢的。八号猜什么？姜片。Ginger。嗯。还有最后十二号什么？黑糖。看一下啊，3号，对，8号，12号，所以大家可以来试一下。我有 OCD， 等下我有 OCD， 我不可以，我有 OCD。我们就是先买一个500元的来试一下口味，然后呢好吃，我们就可能买多一点带回家啦。粘牙，你整个粘住我牙齿。嗯，我超冒险。甜归甜，可是它的那个 brown sugar 的味道有在，很香。所以这样一颗哦，这样一颗一块2毛，所以你可以这样单独买，还是你可以买 box 的都行。我现在走在日本的小巷，我觉得这里很舒服，很安静，不像我们新加坡，你哪里都听到很多杂音，很多车的声音，这里真的是安静的。来到了涩谷西部呀，然后这边就是很多的 streetwear， 有 Supreme， 有 Freak Store， 这个帽子店很出名的 ，Ragtag 就是 Secondhand Vintage Thrift Store， 然后对面还有一个 Beam。今天去的店大致上都不可以拍，因为大家会可能会觉得有 copyright 还是什么的，所以我们一直都在 try to ask。Even cannot shoot right， 他也让你拍 merchandise 而已，对，不可以拍人啊。所以好像比如说我们今天去了 North Face 啊 ，Nanamika 啊。Supreme Freak Store 这些就很难拍，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喜欢日本的品牌、日本的风格，可以来看一下。所以我们今天也蛮多， yeah， 买到蛮多东西的。Yeah。 对，所以我们最后还会开箱给大家看，一次过的做一个开箱视频给大家看。好啦，我们要进去走走啦。